侧拍了一段花絮视频。嗯，啊，没有看错哦，随着小雨的一段回忆杀进行了一次。是吗？嗯，这个提议还挺棒的。觉得既然这个场景这么美，我觉得要用个特殊的方式来向月亮邀约。特殊的方式。哇，的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，而哇，这个味道，完全的一哎，哇，刚刚，把鲜花的名字写好，哇，获得我们的这样一个礼盒了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，此时此刻先来点关试一下，锋芒，锋芒，哎，三二一，截屏，第一位朋友是谁呢？啊，手机上面暂时还没有，对，好的，对，我大家已经开始了，对，有的，有的，有的，来来来，那你就上名字的话，就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点奖品。好的，那当然这种方式来形容，哇哦，好帅，哇，那我们不行啦，把脸挡住了，给小雨点掌声，喷在我们的扇子上面，对不对？然后，哎，盖上，盖上，拿上这个，然后你就轻轻的在这里。哇！掌声！得给大家送套盒了，必须送！大家来香氛身体乳来了。好的，那有请你来呀。这个对不起，因为它香氛身体，我们来看这个，好可惜啊！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，那同时呢，分享我们的直播间，另外要多多的点赞。好，刚刚啊，其实我们很多不一样的产品的使用方法。那么当然呢，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氛围感的道具，我先四个字，一会儿呢，我们会截屏抽取乳来带回去。里面除了有这样一个套装之外呢，还会有一个小小的化妆包。第二个，所以这些都是14号链接。因为小雨你知道吗？就是之前，我们的大片，就是你拍的那个独居大片，刚刚放出来的时候，粉丝就非常非常谢谢大家对欧舒丹这么的支持，对小雨这么的支持，真的非常月桂系列的我们的香氛沐浴露和香氛润肤乳的套装，额外再送给大家一个这样的非常漂亮的包包，里面还会有两支75有什么？我觉得是个动作非常的好学生，因为要来管理一下。我觉得是真的耶，因为很多人在直播间来看一下，哇，涂出来了之后，它其实这个质地是一些淡淡的粉色，我觉得女生看到它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喜欢。感受一下这一份，我感受过，蕴含的这一些小小闪闪的这个亮片呢，其实都是好的，请大家可以来帮助刘宇哈，来帮助我们的小雨。来，我来看一下第一题是什么，下一题啊，这个为了给大家送礼物。18.5一兜香氛的洗护系列来了来了，哎呦，我这个都拿出来了，像小雨刚刚用完之后一样，亮亮的，白白的。那今天这里再送给大家1、2、3、4、5个同款的闪闪，额外获得刚刚我们一直给大家展示的一款扩香石赠品。这个粉丝是非常非常有才华，一个细字，对不对？哇，很用心，这是国风的感觉，很用心。这个，哎，这样，对，还有小雨的喜爱和支持，我们给大家。因为直播也要快要结束了，要不要给大家送一份福利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说送就送了啊，送，这个是多出来的啊，送。好，那14号链接，在14号链接，非常非常感谢小雨之前这个在宣传的时候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我是陪你们一起度过，也是陪大家一起度过，也是陪你一起度过。是的，所以哇，刚刚一点掌声，谢谢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，谢谢，也希望大家接下来。